叔父，谭祖宇那小子已经遭遇，擦出火花没有？火花擦得正亮，正合吾意。叔父是想让他们拼个你死我活，再坐收渔人之利，继续监视。是。 师傅，追到那小子了吗？你们见过他吗？哦，他去过我们寺里。不过现在有师傅在身旁，我们就不怕了。我看洛阳城绝非久留之地，我们返回少林寺。哦，师傅，咱们找个地方歇歇脚吧。前面有一个小村庄，我们到那里打尖。 师傅，还有多远啊？小师弟，你是不是累了？嘿，是有那么一点。这个地方也有些异常，但又看不出问题来。也许是我多心了吧。僧满，拿着。 宋曼，快出去！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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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的师傅坠崖身亡，这叫恶有恶报。 原来是你在捣鬼！你还想干什么？放心吧，我是个恩怨分明的人，不会滥杀无辜。就是你，快趴下！ 暗箭伤人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可恶！杀那小子，必有重赏，给我射！
谁告诉我呀？师傅，不止他一个，连你还有一拨人马，一时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是谁。快躲起来，快！你们听着，等一下，我也是发出菩提咒，我掩护你们，你们拔腿就跑，一直跑回少林寺。师傅，那您呢？你不用管师傅，只要保护好你们自己就可以了。师傅，我不要这样，勇敢点。是。现在。 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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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施主，你为何总跟贫僧过不去啊？你命好大呀，竟然没有摔死。贫僧若是死了，还能再次跟你讲话吗？好，那我就再费一次功夫，把你送上西天。施主，举手打人，抬足踢人，最是恶事，最是显示。你真啰嗦！终身行善，善犹不足，一日行恶，恶自有余。去死吧！施主，一日行善，福虽未至，祸自远矣；一日行恶，祸虽未至，福自远矣。你大祸临头了，还在念经？谁派你来杀贫僧的？没人派我来。那你为何处心积虑要置贫僧于死地呢？
因为你罪该万死。贫僧罪该万死，你把话讲清楚。15年前，你心狠手辣，残忍杀害了张恒一家，难道不该死吗？张大人一家，并非贫僧所杀。事到如今还想抵赖？好，我问你，在命案现场为什么有你的菩提珠？施主，你且听我说。15年前，贫僧云游四海，在一个夜晚，行经江都之时，确实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。救命啊！贫僧知道出事了，便飞快地赶往现场。当贫僧赶到张府时，只见遍地死尸。张恒大人也没有幸免。究竟是什么人？这些人下手十分狠毒，看不出是何门派，显然是江湖杀手。既然不是你所为，为什么不报官？贫僧也有此念头，只可惜啊。可惜什么？天不从人愿，同一时间官府的衙役赶到了。说来也巧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那些蒙面杀手迅速撤离，衙役们不由分说，便诬指贫僧是凶手，要加害贫僧。哼，一派胡言。施主，贫僧是出家人，从不打诳语。施主是张府什么人？你不必多问。贫僧惩治恶徒，只为制止杀戮，当时根本没用菩提柱。你假装念佛吃斋，无恶不作。你笑什么？施主，你走吧。你不杀我？阿弥陀佛，贫僧从不杀人。你还想蒙混过关？刚才我明明看见你杀人用的就是菩提珠。人生在世，居心动念，行止语目具有鬼神鉴察，所以万善万恶皆莫能言。哼，你花言巧语，我不会信你。师兄，等等我！师兄，等等我！等等我！师兄，等等我！不行，师兄交代过，不能死灵，不能休息。那
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师傅说了，要跑着回去。哎，你也太难缠了吧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哎，有了，你拉着我的衣领跑，不就结了吗？好吧，走。好。走。师姐，起来吧！你说什么呢？师徒如父子，你怎么见死不救？是啊，人命关天。哎呀，你还笑？我为什么不笑？哎，我告诉你们，谭宗师傅比你们回来的还早。啊？不会吧？走吧。我们怎么没见到师傅？是啊。如今天下谁是对手？什么？谭宗掉下断崖未死？是的，你看。他真是救命怪猫啊！那小子呢？他本要杀害谭宗，但是计划失败了。谭宗非但没有报复，反而出手救他。什么？光是一个谭宗，就令人头疼。要再加上这个小子，那就坏事了。你们要想办法，把他们全部干掉。是。师弟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了。不敢言苦。这次洛阳之行一切可顺利吗？方丈，此次洛阳之行，贫僧感觉出王世充野心勃勃，政局表面虽平静，可是内力暗潮汹涌，将会有场大风暴，黎民百姓难逃此劫。师弟，你是从何得知啊？朝廷虽然下达禁武令，可在王世充的府中却蓄养着各类杀手，由此可见居心叵测。天下一旦动荡，我少林寺难逃波及啊。
贫僧已经说明真相，你为什么还不肯相信呢？我相信自己的直觉。你太固执了，会吃亏的。今晚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施主，凡事适可而止，否则物极必反，这样下去你会招致大祸。少废话，我不吃这套。施主，你究竟是何人？为何如此仇视贫僧，三番两次置我于死地？我说过了，等你死了你就知道了。施主，你并非贫僧的对手。你，施主，你究竟是张府的什么人？今天我既然被你所擒，是我技不如人，想套我的话，生生吧，我不会说的。师父，师父，我们来帮你。师父还要你帮忙吗？还不出去？师父，出去。是师父。施主，你不愿意回答，贫僧也不为难你。你走。好不容易逮到他，岂能轻易放他走？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师父，我们所有师兄弟受了这个坏蛋很多气。谨则无忧，忍则无辱。师父，您不是也一样差点遭他的毒手吗？见人不是处，只消一个容字；自己难过处，只消一个忍字。师父，为师说的话你们都不听了吗？人之谤我，与其能辩，不如能容；人之辱我，与其能防，不如能化。忍得一番逆，便增一番趣。就你一人。阿弥陀佛，贫僧只身前来。大师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我几次欲加害大师，大师还敢冒险前来赴约，不担心我又是渣吗？
贫僧若是不来，施主岂不更加怀疑？大师这份胆识真叫我佩服。前几次误会大师，还望大师谅解。如今我已抓到真凶，希望大师帮助指认。施主能够辨清是非，不再误解贫僧，这太好了。嗯，大师请跟我来。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。不是。大师为何如此肯定？请问施主今年贵庚？30岁。在15年前，他根本没有成年。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是不可能做出如此凶残的灭门险案。我早说不是了，你偏要和尚来指认。闭嘴，我放了你就是。大师失礼了。嗯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除非你死。谁叫你这个和尚不长记性呢？你杀不了贫僧的，贫僧奉劝你不要再浪费暗器了。你别高兴得太早了，我的钢针喂过毒，你只要沾上皮肤就会慢慢渗入体内，不出3日你必定毒发而亡。施主，贫僧与你素不仇怨，施主为何下此狠招，非要置贫僧于死地呢？你放心，我不会急着杀你，我是要看着你皮穿肉烂，受尽折磨而死。为什么要杀我？哼，你去问阎王吧。我们走。娘！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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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受伤了。师傅中了毒针。哼，肯定是那坏蛋。大人呢？先把那位施主放下来。快！哎呀，来来来，放下来，慢点，我们去看看。来来来，解开。师父，那小子在那儿了，让我教训他。住手！这位施主中了毒，不要为难他，先殿中学道。师父，他要杀你，你还救他？佛祖有云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我们不可趁人之危。僧风，点穴接穴，扶回少林寺，快去。是师父。不用你们冒苦耗子假慈悲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理你的情。你这小子真不是好歹，当我师父是什么人？竟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僧风，还不快动手扶他回少林寺，还不快。是师父。师父，方丈，方丈，师父，方丈，师弟，
你真的都不轻啊，方丈，贫僧没事，你先替施主解毒。施主，老衲可为谭宗担保，他绝非杀害你家人的凶手，请施主把解药拿出来吧。 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这些和尚，一个鼻孔出气，把我当傻子，解药没有。谭宗和那小子真的出去了，他们两个都中了剧毒，即使现在不死，也可能只剩下半条命了。半条命，还是有命了。叔父，毒这个东西，如果没有施毒者给解药，就算神仙来了。 也难救治。没有见到尸首，我睡不安稳。师父，从前有个人，因为与人结了仇，所以闷闷不乐。他想要报复，又想不到法子。于是有人告诉他，用毗陀罗咒可以进行报复。 但是，却有一个坏处，就是伤害别人之前，会先伤害到自己。可是他不听，居然还是去做了。施主，你仔细想一想，这么做，岂不是太傻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宁愿死，也不会把解药拿出来。不，施主。 师父，师弟，方丈，你不要再说了。真金不怕火炼，贫僧敬重你，愿意为你解毒，愿你早日找出真凶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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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要再说了。叔父找我。岂不坏了谭宗的名声吗？方丈，阿弥陀佛。你得了少林拳法后，武功又长进不少，为叔的想瞧一瞧。叔父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小侄我愿演练一遍。哎，
不能一个人单练。你把我当作对手，全力进攻，不得留手。那小侄我就冒犯了。来，师父，师弟，师父，师弟，师父你醒醒啊！师父，你醒醒啊！师弟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师弟，醒醒啊！师父，师弟，师父。你的武功确有进步，但是为叔的觉得少林寺的武功名过其实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
面的人流传说我杀了你全家，可你仔细想想，我承蒙令尊提拔当上江都郡丞，我怎么会暗算他呢？那些人下手十分狠毒，但不知是何门派，肯定是江湖人。杀害你父亲的真凶是个和尚。阿弥陀佛，贫僧从不杀生。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追击元凶，没想到今天你反而以冤报德，实在令我难过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我们不能趁人之危。三丰，快去点他穴道，送回少林寺，快。天哪，到底谁说的话是真的？请你告诉我。消息准确吗？谭宗确实死了，这两天少林寺闭门送葬，日夜涌经。那个人呢？听说也死在少林寺里。不要听说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回来了，贤侄，你为何要约我在这里见面？王大人，你还有什么证据可以指证谭宗就是凶手？当时我率部署赶到的时候，确实只有他在场。那也不能说是他，何况当时从死者的身上取出了菩提珠，难道还有错吗？可是也有人说真正的凶手就是你。看在令尊的份上，你怎么说王某，我都不会与你计较。哼，普天之下，谁敢对我义父不敬，我第一个不饶他。你曾落井下石，赐我两剑，今天我也该还了。那就来吧，还等什么呢？
当初若非我手下留情，你不会有今日。仁义，你不是他对手，算了吧。经您这么一说，孩儿还真想试试。看看到底谁是高手。好，那就请放马过来吧。是谁呢？原来是环先生啊，找本小姐何事啊？恭喜大小姐，贺喜大小姐。先生，您这句话说的我有点懵，我有什么值得恭贺的？你要找的人来了。你没头没脑的在说谁呢？无名啊，他在哪儿？人伤害他，于凤，你让开！我不。凤儿，你干什么？退下！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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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看，师傅活了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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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是佛祖显灵啊！父亲，我生平最讨厌的就是人多欺负人少。他们在比武，单打独斗，没有谁欺负谁，快闪开！我偏不！你这么做，是不是想气死我？大小姐。你让开，这事我自己来。不，你这大傻瓜，跟我走。啊，凤儿，玉凤，凤儿回来。仁义，快率人把凤儿追回来。是。方丈，师傅他怎么会起死回生呢？哦，所谓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，一定是谭宗帮人吸毒。正好以毒攻毒，化解了那钢针的剧毒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阿弥陀佛，这就是老衲常跟你说的，种善因得善果啊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师父。嗯，方丈，师弟，那位施主呢？大小姐，能不能不闹？你认为我闹？我在闹什么？我，你认为自己很行，一个能打三个，是不是？反正我不会输给他。你赢了又怎么样？会让你平平安安走出太尉府吗？俗话说得好，强龙不压地头蛇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怕你会吃亏。你必须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什么非要知道啊？你是张天宝？不是，你认错了。
我很感激你帮我，但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，不劳你费心。喂，你就这么走了？我已经谢过你了。哎，就算你不是张天宝，你也该问问我为什么要救你啊。我还有事，没那功夫。哎，无名，张天宝，玉凤，你还好吧？是不是他欺负你了？不是，让开！哎，玉凤！哎呀，真有这种事吗？我亲眼看到的，他活了。主公想高枕无忧，趁早除了谭宗。谭宗的武功那么高，谁能对付他？义父，还愿去对付谭宗。主公，少主说的不错。不，此事非仁泽莫属。主公真是高啊！只少爷今年少林拳法，此次由他前往，定能手到擒来。要我说，干脆把少林寺一把火给烧了。不行啊！你们多次和少林寺交手，无论武功和计谋都不是对手。以后对付少林寺，你们还要多动些脑子。是王世充派你来的？问那么多干什么？是不是结果都一样？你让开，我不想跟你交手。但我却想跟你交手。今天我倒是很想知道，你到底是什么货色。你小心了。多谢师兄。方丈，方丈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曾曼，何事慌张？王仁泽率领兵马在寺外，要找谭宗师傅。什么？他怎么又来了？方丈，该怎么办啊？师兄，贫僧去应付他。不行。你身上的毒刚刚才解，元气尚未恢复，怎能再劳动你啊？再说他们来者不善呐。可是他既然说要找贫僧，如果找不到的话，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是啊，方丈。这样好了，待老衲问个究竟再说。曾曼，你再次照顾师父。是。嗯。别逼我，我不想伤了你。今天我却不想放过你。对了，上次那剑伤还疼吗？我们是要结仇了。城隍庙一战我们早就结仇了。你犯了必杀之罪，受死吧。Yeah.
阿弥陀佛，施主远道而来，老衲未曾远迎，还请多多包涵。老和尚，你犯法了。老衲不知施主的话是什么意思。你少林寺私自窝藏杀人要犯，是犯了杀头之罪的。本寺历来念经行善，不知何来杀人要犯？这杀人要犯就是谭宗。怎么会可能？有人控告，15年前苏北张衡督造府的灭门血案是谭宗所为，圣上发旨将要犯谭宗绳之于法，少林寺住持智操因为包庇杀人凶犯，一同纳入洛阳大牢。大人，阿弥陀佛，你一定搞错了，本寺僧人一贯守法，胡说那么多干什么？来人，把这个老和尚给我捆起来。是，上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是要造反？不许动我们方丈！不许动方丈！果然真要造反。早就听说少林寺违反朝廷的禁武令，私下里练功夫，看来一点都不假啊！这就是证据，把他们全给我拿下！呀呀呀！好呀！呀！你呀！那呀！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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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问你，你上报怎么来的？你管得着吗？别跑！少主，少主，少主，你受伤了！少主，你没事吧？住开！抓起来！是。方丈，方丈！王世充口口声声说他不是元凶，他要不是元凶，那他义子为何要杀我呢？可是为什么他义子的颈上有那么熟悉的一道伤疤？这里面有什么隐秘呢？如果你们再敢反抗的话，
我就统统杀了你们。施主，手下留情，饶我弟子吧。进去让谭宗乖乖的给我出来。我告诉他，如果他敢逃走的话，你们少林弟子就全都没命了。外面怎么这么乱呢？不乱，师傅，哪乱？你安心养伤吧。好像是打起来了。师傅，没有，没什么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随我出去看看。啊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把谭宗救出来。师弟，方丈，贫僧没事。谭宗，你的案子犯了，乖乖的跟我走吧。那件案子并非贫僧所为。谭宗，我早料到你会这么说话。当年自卫张衡督造府的案子，你没想到留下了一个活口，张衡的儿子还活着，而且他还认出你就是当年真正的凶手。圣上已经下了诏书，一定要将你缉拿归案。你呢，还是乖乖的跟我走吧。这件事情肯定另有隐情，贫僧可以跟你一起到洛阳去把这件事情搞个清楚，但是贫僧有一个要求。你说，要贫僧跟你走，就要把方丈和少林寺弟子都放了。他们都犯了禁武令和窝藏罪，方丈对苏北张衡督造府的灭门血案一无所知，而少林寺弟子所练武功皆为贫僧所教，与他们无关。如果有什么过错，贫僧一人承担。好啊，英雄，我答应你的要求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。你说吧。你和我过上几招怎么样？过招当然可以，只是贫僧今日身体有恙，恐怕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了。就三回合定胜负。好，三回合就三回合。你要拿出你的真本事，如果你不拿出你的真本事和我过招，那这些少林弟子可就没命了啊。师父，弟子愿带你迎战。师父，我也去。你们的一番好意为师心领了，只不过你们的功力不够，还不是他的对手。可是师父，您的毒伤还没有痊愈。不要担心，佛祖自有安排。谭宗，别再磨磨唧唧的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动手吧。拿来。
你是现在认输呢，还是要做最后一搏？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别动，来吧。最后一个回合，你可要小心了，别让你的弟子们对你大失所望。是，我真同情你，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？我相信，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。拦住他！你要干什么？你是什么人？你让开，我要杀了这个和尚！这是朝廷重犯。你杀了他是要犯死罪的，他杀了我全家，今天他必须死。小姐，你为什么对仁义少爷老是凶巴巴的呀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难道不知道他一直都在爱慕你吗？他爱慕我？你没搞错吧？我们是兄妹。可是你们毫无血缘关系，他是老爷所收养的。那也不可能，我一直把他当成兄长来看，从来没有那样的感觉。哎，那是小姐你，人家呀可不这么想。
抓住他！回府。为什么要冒充我？树林里出了一点意外，那个小子他半道杀了出来。本想借仁义的手杀掉谭宗，再以杀人罪除掉这个小子，没想到又被他反搅了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除掉这个小子。叔父，这事儿不是仁义在处理吗？这正是我担心的地方。叔父，不是侄儿托大，仁义的武功虽然赶不上我，但他的心眼儿却不是寻常人所能及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才令我更加忧心。叔父此言，侄儿就更不懂了。别忘了仁义的真实身份，无名就是张天宝，他真的是张衡当年失踪的长子，当年你带队剿灭他家留下的祸害，所以为叔要你特别的留心仁义，严防不测发生。是。先生，你给我算一算。太尉，那小子现在在哪里？他就在府里。现在此时此刻他就在太尉府。真的吗？正是。叔父，我马上派人把他抓起来，你赶快躲一下好吗？太尉不能躲，他来府上就是为了来找太尉，太尉躲起来他就不出现了。先生的意见呢？我有一计，定能拿住他。喝酒吧。你该告诉我真相了吧？我早已告诉了你真相。那是假的。怎么是假的呢？谭宗根本不是凶手。我告诉你谭宗是凶手了吗？是你从少林寺回来告诉我的，不是吗？今天下午你的义子化妆成我半道劫杀谭宗，这又如何解释？有这样的事吗？王世充，你耍这么多花招，证明你就是凶手。不，谭宗才是凶手，是你告诉我的。我已经派人把他抓起来了。王世充，你想先嫁祸于谭宗，然后再把谭宗之死嫁祸于我，好个一箭双雕。小子，你不要太聪明了。王世充，你用心险恶，今天你的死期到了。小子，
是你的时期到了，我让你到你父亲那里回报去吧。任泽，去看那小子死了没有？嗯。呀！哎！呀！叔父，他跑不了。大小姐，这你要干什么？先生，你们又在干什么坏事啊？我们？还有谁呀？大小姐，你父亲怎么能干坏事呢？要说我们这些下人干坏事还可以。太尉大人是你的父亲，你父亲怎么能干坏事呢？告诉我，那个无名在什么地方？大小姐，这……你让山人算一算。没想到你竟敢再次闯入太尉府，看起来你小子真是不要命了。上！快躲！快躲！
看看他死了没有。快快快快快快，没有啊。公子，地上没人啊。哟，全都查看了。公子，你看，不可能跑了，他已经受了内伤，应该动都动不了。嗯，扩大搜索，每一个石头缝里都要搜一遍，我就不相信他会钻到。